这周志豪伫发英雄啊，对我的指控拢收转去啊。啊，想袂到啊，我对伊寄出来这紧箍咒啊，叫你阿问好。高山，你嘛无想看卖啊？你害死我姐夫啊！我害你啊，去半条命，这是拄啊好命啦。啊，天公伯哦，我真正是有死目睭的，白花因为要报仇这个代志哦，就我来去管呀。啊，不过这小英啊，最近来面一段影片哦，到底是谁个啊？还一个 K， 佮是甚物人啊？啊，是为甚物吼？小英的手头有这么重要的资料，伊算安尼哦，常常食三碗公，拢无爱讲个。而且这个你降落来面头前哦，佮这么低声下气。唔对，真正是哦，就不对个。小英啊，竟然袂得接啊！啊，这个秘密。而且啊，伊绝对是知影，甚物连江洛人都唔知影的代志啊！安尼看起来哦，这小英的夜行官兵有一个无简单的人吼，伫遐下指导棋啊！小英啊，啊到底有甚物款的问题啊？敢讲连这江洛人拢唔是小英的对手？安祥啊，啊，这来无咧嘛啊？武林，哎呦，想袂到吼，伫遮拄到你啦！哎呦，你也是无好搞，按喇叭，我讲唔知是你来遮呢，什么代志啊？开店结果安怎？哎呀，啊虽然讲吼，这官半无讲啊，该满意啦。哎，啊不无要紧啊，啊经过我的解释吼，这阿力克吼，总算想想讲哦，我唔是要陷害伊。啊虽然讲哦，这以后啊，我有淡薄麻烦啦，啊无要紧，真简单就来解决啦。啊但是可以相信你无含埋伊。诶，当然啦、啊，我甲伊也是兄弟仔真诶，咱之前拢无歃血为盟啊。诶，当然是哦，我应该相信我。来，跟我讲讲遮，就车，我有代志问你。夫人，啊，报告出来啊！啊，你若袂甲我讲一声，我去摕就好啊。报告的，院长因讲这份报告要甲我来当客。燕姐啊，啊，你喊阮两个拢心袂过啊？嘛不是讲心袂过你嘛，是讲我家己去客，若要叫人经手，以后若有啥物问题，我才袂怀疑你。这是咧保护你的。但是夫人较认真啦，我问你哦，假使讲检验报告，这囡仔若不是泽凯的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夫人是希望我安怎做？我这身体嘛，唔知够我当冻偌久，我嘛买个时间可以找一个好阿姨的人啊，所以我在想讲。卡出报告出来，这个囡仔若不是阮泽凯的，你敢愿意放弃家己的囡仔，搁阮泽凯一次机会？我，夫人，其实吼，我甲 Eric 有讨论过啊。夫人破病了后，我就知影即卖状况甲之前无同啊。对啦，阿尊把过身后，拢是 Uncle 甲 Auntie 在照顾我。搁我找着爬到这么险峰的家后，咱若这份温情哦，我是绝对来报答的。所以你意思是讲，这个囡仔若真正不是阮泽凯的，恁会愿意把囡仔留掉，搁阮泽凯一次机会？泽凯样本哦，早就毁掉啊，即马是阮 Eric 的，但这检验的结果绝对是符合。不管要做几届，结果拢是同款的。阿伟，燕姐啊，这囡仔是上届问题哦，我甲别人已经研究一届啊。无一个查某人会这样无够尊严，让家己的某去生别个囡仔，
啊，毋过要来到尾啊，也是甲我说好啦。伊讲安可甲 NT 都要稳定如山啦，那无恁，我即摆已经毋知影要爬到啥程度啊。啊，恁甲我当作是家己囡仔咧疼惜，咱都袂输一家人共款，所以爬到西段的囡仔嘛，等于是我的后生共款。我也无啥物通我计较的啊。福林，我甚至哦，甲 Eric 讲，伊若是唔同意，我甘愿离婚，我嘛要替福林生一个囡仔。我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绝对袂当辜负福林。我真正无白听你。我到底是听到啥？这个人是神经病哦！竟然为着荣华富贵，还愿意牺牲家己的亲生骨肉。唉，我何必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？我唔是同款，才会不甲家己老体。好，阿奶即卖看报告。你跟你讲，是子凯。啊，狐狸，真好呢，是子凯的囡仔。安尼就免甲囡仔提掉啊！我对这个囡仔嘛已经有感情啊，不管是啥的，那是提掉啊，我拢会足艰苦的，实在是足好的。是啦，虽然只能够话话哦，我要爬啦，听得来远。不过其实我嘛是不忍心牺牲一个无辜的性命。你进门。我可有请一个人替我看。夫人你好，叫你啊。阿姐啦。别小姐。这查甫人怎面熟的嘞？周志豪跟贝哥哥乌色迄个人，伊没袋子，王丹，是。所以伊是江若楠存放泽凯样本所在异丈。狐狸，啊，你从异丈来，是有啥物代志啊？一定是这家的大公司呐，所以当然找伊做伙庆祝。我是在想，假使讲这个囡仔若不是泽凯的，咱麻烦一个定做；若是泽凯的，当然爱找伊做伙庆祝，爱好甲伊答谢一下。但是夫人吼，你想得较周全啊。这是我应该的啦，啊，唔知夫人对这结果有满意无？请用的，多谢。我给我请一个人做过来。喂，阿姐啦。好。伊就是周志豪甲贝拉乌西的人啊，敢讲伊就是扶持鉴定这胎儿的起面，哼，莫怪啊，这周志豪啊，想要卖小伊。Andy 啊，啊你叫柯同心来是要从啥？这份报告我真满意，啊，不过有一个点我是想不通。我个性你应该真了解，只要我去怀疑啊，我得一定要查清楚。
夫人，你若是有啥物所在去怀疑，还是烦恼这个囡仔无可靠，爱我提条钉子，我嘛愿意啦。先听我讲完。我看伊顶有挂一条星星的表啊，拄仔甲你送许忠信迄条同款。代志就是这么多好，所以我问许忠信啊，伊就讲你送的迄条表啊，是因为有一天你去看表啊，看到一条全球限量款，你真介意。啊，不过表店甲你讲，你一定要配货，买两条较贵的表啊，伊才愿意卖你。所以就现场买两条表啊，一条是查甫的送许忠信，一条是查某的，你也袂送出去。虽然讲这是配货诶，啊，不过这个款式、这个型号，嘛不是像你简单就买得到，所以我去问表店嘛。伊讲，这个表啊，这个型号、款式啊，佮有这个色，今年敢卖出一两尔。所以这代表啥？这代表讲，一定手挂迄粒，就甲你上个许忠信迄粒同款啊。是啦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回头我即马若看到这支手表，我就想着可能是厝内外，我就生气的，所以啊，故意就送给人了。哦。啊，是讲你送这贵重的表给院长，你目的是啥？啊，狐狸，是因为吼，我甲 Eric 想要动心动软啊。啊，所以当然爱先甲伊张好好交陪，啊，这只是淡薄仔心意啊。啊，虽然我甲 Eric 还够少年，啊，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啊。你看，这个遐尼啊少年就离开啊，所以哦，阮当然爱先做好准备啊。是啦，就是安那，一定。是啦，代志就是这单纯啦，单纯。单纯的挂着鬼啦，只是这个无得啊，送手表给你啊，就准拄线啊，哪有需要啊，送一大笔钱给你啊。而且，迄个人阁专工落起来传给我，表示哦，这件代志一定就严重诶。贝哥哥，你绝对有伫江若楠背后咧学白来。江若楠跟我这么好配，所以代志还袂清楚进程，什么报告我拢袂相信。一定，你还阁有真侪袂见光的代志在我手头的，你若敢学袂来，还是动什么脚手，你知影效果安怎啦吼？阿哥贝拉，你嘛为我这摕袂少好处啊！只要是你开嘴，我从来都唔捌喊苦过。假使讲你若阿要借阿要客，你应该知影，我这个人上万分的是啥？你是反背我？好哩，我对你是上始终的，若是无你，我啥物拢唔是。所以你一定爱相信我，我绝对无反背你。就算讲爱我重新搁见面一届，我嘛愿意。讲我真有把握。我真安慰呢，啊！不过我听讲，这绒毛穿刺就伤身体，有可能会落体，所以也是把身体顾好，先安胎过两礼拜啊，再去夹。好，我一定会配合。希望你袂发失望。Erica， 你是愈来愈大胆啦。你一定有比院长吼对泽凯一样动下手，啊，这路点吼在我手头，你以后就敢那会当乖乖听我的话啊。欧巴。